OK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，它4.4过后呢，它有2个例题，它其实算是我们叫做无理方程式。那无理方程式呢，它是像这样的情况，有根号，然后呢，它要你找 x，所以这题的做法呢，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要去掉那个根号，我们把剩下的移过去对面变成减，然后呢，两边取平方。好，两边取平方，我们就会得到根号去掉了，剩下 x 加 e。那后面取平方呢，它就会得到前平方25，减去两个前乘后负 10x，加上后平方是 x 平方，全部移过去右边，x 平方先写，然后呢负10减 x，负 10x 减 x 得到负 11x，25减 e 得到24，24刚好是3八24，负3乘负8。OK 等于24，负3减8等于负11，所以 x 减3或者 x 减8，所以就有两个解了，x 等于3或者是8。那这一边你要注意的是啊，因为在这个位置，它出现取平方的一个过程，它会有得到什么样的问题嘞？我们来先验算一下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搞不懂为什么它会有问题。所谓的验算哈，这种无理式来讲，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最后的答案带回进去。我们带回进去的话呢，左式就是三加一的开根号再加三，三加一是四，四开根号是二，二加三就会等于五，这个没问题啦。OK，我们再带八哈，八加一跟开根号再加八，八加一是九哦，对不对？九开根号是三哦。三加八就会等于11哦，这个就不符合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八呢是不，我们讲说叫增根啊，增加出来的根。为什么会有增根呢？因为在这个位置我们取了平方，取平方有什么问题哈？我们把八哈，我们放回八进去，我们再看哦，你就会得到根号八加一是等于。这个原本是五的，对吗？五减八的平方，这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它里面其实是负三，你负三取平方就会得到正的吧？所以它原本是不符合的，你取了平方后，它变成符合了，所以变成了你找到的解哦，它其实是可以使到原本不符合的东西变符合。所以取平方这个东西啊，要非常小心的使用。所以简单来讲啊，因为你的中间的过程有取平方，它会使到负变负得正，然后呢，把原本不符合的东西变符合去。所以你找到的东西哈，不一定是答案，你一定要带回进去你验算。OK，所以这个呢，它有解释啊，三带回进去符合，八带进去不符合，所以它就是属于真根。OK，所以你最后呢，你必须要写哦，经验算原方程式的x 等于8为真根，x 等于3是原方程式的解。OK 啊，是这样。为什么20题？哎，这个例题20会出现真根啊？我刚才解释了哦，因为它中间取了平方，它把负3取了平方变成正的9。OK 啊，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。好，再来看21题。啊，例题21，已知 A 点在负二三，B 点在76，然后 C 是 x 轴上的点，x 轴 y 等于零，对吧？所以它可以设成 C 零，啊，因为x 轴 y 等于零。再来呢，它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其实是什么？C 到 A 的距离取乘二。会等于 C 到 B 的距离，所以我们用距离公式，CA 的距离呢，我们就用 C 减负二，就是 C 加二啊，C 加二的平方，然后 C 然后三减零，零减三，那三减零一样的啊，取平方都是三，然后呢，这个 CB 呢就是 C 减7的平方，还有零减六的平方。当然，这边取平方它好像跳过了啦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C 平方这个是加四哈，就是加428C 加224，应该是这样吧？
不是，西，我看下，有点乱，c 加二的平方，所以是 c 平方加4c 加4，然后这个339再加9，所以4加9等于13啊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后面也是一样啊，前平方减两个前乘后14c 加77，49，然后呢6636，49加36就会等于85。OK，好，接下去呢，两边有根号怎么办？两边取平方22得4，根号去掉，哦，c 平方加 4c 加16，哎，根号去掉，c 平方减 16c 加85，OK，and then 4乘进去，对不对？4乘进去，我们就会得到 4c 平方加44 16c 加4 32 41452，然后呢，这个移过来变减 c 加14c 减85，给4减1得到3，16加14等于30c，52减85就会等于-33的，-33，-33，过后好像都是3的倍数，除以3除以3除以 3，c 平方加 10c 减11，好，所以我们是加11减1就会等于10了。所以就会得到 c 是等于1，或者 c 是等于-11，还不要开心这么早，因为我们中间取了平方，哈，可能会出现真根。我们 c 等于1跟 c 等于-11都带回进去，你验算一下，可能，哎，不需要检验是否是真根，为什么它不需要检验？是咯，这么这题不需要检验。因为中间都哦，OK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因为这边是取平方加平方，平方数加平方数都一定是正的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平方数加平方数都一定是正，所以他在这边取两边取平方的时候呢，它里面的东西哈都一定都是正的，所以不太需要。啊、哦，不太需要验算，OK，因为它基本上肯定里面的东西都是真的，OK，所以这边是不需要验算的哈，不需要验算。哎，当然还是那句话啦，如果你保险起见去验算，它也不会讲你错啦。啊、哦，就这个其实是不用验算啦，因为它里面的东西都是真，OK，啊，这样大概是这样，然后它的点啊，c 带回进去咯，所以是10。或者是负11零哦，就是西点的坐标，OK，大概是这样。